位于本丸东之丸的正下方。前田利家的夫人方春院曾从东之丸看见有白鹤飞落至此处，将其视为前田家长久繁荣兴盛的吉祥之兆，故将此处命名为鹤之丸。一开始，第二代藩主前田利长于此处建设了休息用的御殿，用来居住和问政，现已成为鹤之丸休憩所。